好的，今天下播之前玩一把拳皇九九啊，来之前把这个图像增强开了，投个币。手机玩不了 3DS 那个重量级。Round one。所以今天铸造机兵播了3个小时啊。啊，要下播了，换一换脑筋。大家能听见我键盘的哀嚎吗？刚才玩 RPG 游戏的时候你听见，因为呢按的比较轻，输入也没有这么频繁。你现在玩格斗游戏你就能听见了。布鲁玛丽。扑倒，哎，扑倒这个好啊，这个技能好。他想用当身技。尼尔继续再给大家播《钢之季节》，就是那个《杀神之锁》嘛，《杀神之锁》《钢之季节》什么的，《钢之季节》绝对是重装机兵系列的耻辱啊！但是它的剧情方面和 S 的一代还结合的最为紧密。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但是它的操作啊，触控笔操作啊，45度斜角，让感觉实在是太不伦不类了，没法弄。这个草提琴我实在是用不好啊，这个是人造人二号。对，刚才咱们争论那个问题啊，就是杀神之锁里边那个机器娘到底要不要把它拆成非装纸。你都说它是机器了，它不是人造人啊，比18号要差得远，就是我赞成把它拆成非装纸。啊，它这个青鸟比98差得要远。哦，连的可以了，两组了是吧？九九的流程还是非常短的，共才五组，然后就 boss 了。Round one, fight.我玩重装骑兵的时候啊，玩了3个小时不见你们来，我刚换了2分钟这就问个不停。重装骑兵呢说的你们好像很爱看一样。对啊，重装机兵直播了3个多小时，没几个人说话，刚换过来马上一堆来问的。人那头六七自己去下载呗，到处都是资源。对啊，我早玩一会儿街机游戏
们早来问了。手机玩重伤金庸，我总是觉得他们有那个按键反馈非常的别扭。按钮嘛，你都是虚拟按键，我感觉太别扭。想看重伤金庸，明天早点来啊，七点。过后就不后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后闪不一样。99和98的这些招式好多，不过性能上真的差很多。哎呀，我应该往下砸一下，98没有那招想不起来。改下路，哎，第五组了，这得快啊！我发现十分钟都打不上了。哎呀，我选错了，我想用那谁的，结果就放成原著了。打点太高了，现在又按力度着急。他刚才这个前庭角用的真好，居然有对空效果。一个真我扑倒他干嘛，他又不是玛丽。哎，这什么手感。剩 K 了是吧，剩 K 了。啊，一代一代的，你是怎么吃跳跃清泉的呢？好，五组打完。这个阵容是不是有点过分、啊、原著放个加血的。 Round one, fight. 鼓励查理朵啊，脱衣服了，脱衣服了。Round one. 哎呀，我发现玩了三个多小时的 RPG 游戏，突然换一个那个格斗游戏啊，真的是感觉神清气爽。我的直播时间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很尴尬，应该再拖个一两分钟。应该再拖个一两分钟啊，现在结束不行啊。要满气，要满气啊。
难去了，零秒打死，哎，这拖到极限了啊！哎呀，那好吧，那今晚的直播呢，也就先到这儿了，已经很晚。明天继续给大家直播《重装机兵杀山之锁》啊，明天晚上7点。好吧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各位。李小伙伴说，大叔啥都会玩啊，也不是啊，我玩东西就是玩的比较杂，但是你要说玩的多好并没有。好了，明天见了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